这玩意儿我怎么挑啊？背包拿这个玩意儿挑啊？啊，掉了，这胳膊弄那个，哎，你们扔了。长木棍就它，然后展开制作，对对对对，制作制作什么呢？这玩意儿做个鱼叉，四毛叉啊！我叉鱼去，快点叉个鱼吧！你快点，可怜可怜我吧，让我叉一下。鱼在哪儿呢？哎呦，这样这样还不行！哎呦，我身上全是脓包，哪有鱼啊？鱼呢？让我叉一下吧，我那个难受啊，全是大脓包。你游太快了，大哥，我去。我的死字儿，我感觉哈，哎呦我去，这个笨，哈哈哈哈，可以可以 ，Oh my god， 哇、wow! ，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，然后咱们包打开啊，鱼给它分解了，然后拿那个鱼刺挑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有了鱼刺啊，我先看看我的小胳膊啊，这玩意儿我怎么挑啊？背包拿这个玩意儿挑啊，啊掉了，这胳膊弄那个，哎你们扔了，哎不是不是不是这玩意儿，你躲开。拿这个 ，OK OK OK， 小腿儿，哎呀我去，鱼刺扔地下一个，鱼刺呢那根掉哪去了？你说，哎呀，好、哦、捡起来，捡起来，捡起来，干草扔了干什么玩意儿？我还有个小腿儿，然后把背包打开，我还有一根小鱼刺，这样呗。好、哦、好、哦，然后这个玩意儿好像得整绷带啊，我们得弄点绷带，要不然咱们伤口会感染，好像是。你看这是还是有口子的，得找到。什么船只草啊，做绷带，我现在没那个功夫。咱们这样啊，生火吧，生火咋生啊？我也不会呀、啊我那个手摇转呢，包里边啊，不熟练的事儿啊。甘草这不有吗？甘草啊，手摇转这样拿它使用，把这玩意儿放进去。OK， 快快快快，现在渴的不行了，生火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我哭吃啊、哦，好了 ，Nice。那个有没有什么鱼肉什么之类的？这里边放啥呀、啊？哎呀，渴了，现在渴的不行了，我得吃点饭呢。我再插个鱼去啊，水我不敢喝，我得打椰子去。我看我包里有没有那啥啊？有没有石头？有，找到椰子树，然后给我还得做个斧子，好像是斧子，我能不能做明白？咱们看一下啊，这样，然后制作这里边需要一根棍儿。木棍加上绳子，然后加上你等一下，再来石头。OK OK OK， 纯盘是吧？纯盘纯盘，快快快快快，好没好没？哦，我现在有这个四件的毛是吧？咱们先那个什么，先存一下档。OK， 然后呢，再保险起见再存一个档。OK OK OK， 那我现在得找船只草做那个绷带。我现在要干嘛啊？我找椰子是吧？这是椰子树吗，小伙伴们？我得有椰子，用椰子壳来接水，我得那个水最好是煮一下。这没有啊！我咋这么倒霉呢？有没有椰子啊？完了，我要渴死了，好像真是。这咋整啊，小伙伴们？甘草拿着啊，这生火必备的，反正就像要饭的似的，看着啥捡啥。棕榈叶扔旁边能不能变成甘草啊？好吧，小伙伴们，那这期呢就这样吧啊。这个觉得火焰玩的有意思的话，小伙伴不要忘了点个赞啊，评论一下。然后火焰的这个企鹅群呢，现在正式开始了啊，招收我的小伙伴们啊。企鹅群看主页或者私信啊，你就可以找到我了啊。然后加入这个企鹅群，然后每天跟火焰一块互动啊，可以可以。